现在因为我付出那么多能力，花了那么多时间，我觉得必须赢。我的心态没有什么变化，要抱着必赢的一个心态去打拳击。你这次给自己的期望值是什么？我不想输。谁都不想输。哦，想输吗？我不想，我也不想。他看着我。你看着我跟我说你不想输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看着他说我不想输。